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现在我们赣南的脐橙又熟了，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。今天就带大家去果园转转吧。马上走起。王母渡镇。现在的话，这个脐橙都想摘。万亩脐橙基地。到了啊，现在把这个车放这边。大片，全是脐橙。哇！宝宝，你看，这每棵树都是硕果累累。对呀、啊。因为今年我们这边的气候一直都是比较稳定，不像去年。今年是风调雨顺。所以很多脐橙都开裂了。哦，好漂亮。现在我们摘一个向阳的果来尝一下。星光降落在你的眼睛，我也顺势点燃。可以。哇，你小心，我守在下面。没事，没问题。看这个汁水，是这个今年的这个汁水是非常足的。哇，好香，这个味道。我好期待这个味道。要不我榨给你。现在给老范来个手工榨汁，尝一下。你别跌到我衣服上啊！到这里来吧，我觉得太阳太晒了。这里。怎样？多甜？苹果初恋，比这初恋还甜。初恋在哪里啊？初恋不就是你吗？就你啊！是啊，好啊。啊，你看这个汁水真的好足啊。今天这个汁水确实。我的力气不够。嗯。带一点那个果霜，这就是对的呀。现在脐橙就是这样，是啊，它分甜两分酸，现在当时比较糖，嗯，对，老板说的对，当时够设计感子，这些搞皮猛的，黑马凉。老板说上面还有更甜的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下楼。这脐橙种植有多广阔？看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只要是有红土地裸露的地方，全部是种植了脐橙。上了这一头，全部是脐橙，黄灿灿的。有没有朋友要来这里玩的？请大家吃脐橙。是你家的吗？我家的，这是我为你打下的江山。星光降落在你的眼底，很漂亮。嗯，确实不错。啊，这个果已经成熟了，黄灿灿的，果肉很漂亮。尝一下，妹妹。咬进去我们吃。我喜欢一个咬着来吃。好甜嘞，好甜，好甜，是好甜吗？真的好甜，很好吃。这才是真正的赣南脐橙。这种脐橙是达到了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个百香果的那种，再加上蜂蜜的那种味道，嗯，是已经到了极致。嗯嗯啊，嗯。好，我在哪？我在王母渡。现在我们去找一个首播城，挑一个最大的。这种都是向阳的果。哎。先给它按摩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带播程器。这个脐橙皮还很薄。好甜。你老干妈要把这个脐橙营养反驳你个。好，先晚上跟老板商量一下。吹牛不打草稿。嗯。妈呀，他们还要挑着这样。他们的脐橙就是这样挑下去。对呀。所以果农也好辛苦。你眼睛闷热的夏季，甜蜜去了冰，微风传递温柔的呼吸。